80分啊。我们所有的演员，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这次的表现，还有我们演出得到的结果，社会上的反应，还有电视台，还有我们市场操作啊，我们导演组部门，包括市场部门，还有我们那个制片部门的工作啊，包括那天晚上我们后台啊，像陈冲啊，啊前台像肖红啊、西慧啊，啊每一个人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。高辉啊，你有本事，你不错，你太可怜了。你希望在海外的话，你应该啊有点发挥你这个能力。那些人呢，都是动嘴啊。老唐这次不是，高辉，你是艺术家，你应该发挥你的特长。我给你钱，让你去做，说到做到。所以有了老唐，这次我们有了这么一台啊精彩的演出。第二呢，就是说我们一个很好的团队。这个团队的话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有这么强的一个专业的团队，还有我们这么强的一个演员的阵容啊。特别是这次我要感谢的就是说，这个我们苏宁舞蹈团的这帮孩子们，看着你们长大，真的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！你们也看着你们长大，你们也真大了。所以呢，大家这次确实很辛苦啊，像威廉的脸都是绿的，都是白的。啊，说这次呢，苏宁舞蹈团，啊，还有包括我们武术这个学校，啊，都这个功不可没，都功不可没。这次的演出的话呢，这个是各个方面上都得到了最大的这个成功啊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请呢大家用掌声欢迎，请我们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小霍老师跟我们摄影，好不好？大家晚上吃好啊。那个我呢，像高飞啊，老唐他们已经说了很多了，我也不重复，再重复耽误时间和大伙肚子都饿。我就是说一个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这次啊，我们是家庭里对我们这个晚会的支持，就是参加演出的如果是老公在那儿演出，太太支持，排练排到多晚，没有说打电话你咋还不回来，没有这个，是吧？还有呢，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支持，是吧？这个很不得了啊！每次排练，这些爸爸妈妈，孩子们排到多晚，他们也得跟着到多晚，是吧？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的原因之一，是吧？其他的高飞也都准备过啊，我就不说什么了啊。这个就希望大家呢，就是来年的春节晚会继续的啊支持我们啊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他付出了很多。